这只不幸的海龟因为贪吃吞食了渔网和鱼钩，生命岌岌可危。好心人们把它抱到了岸边，小姐姐用工具抬起它的上颚，看到里边缠着满满渔网，再不清理出来，后果难以想象。海龟长时间不能进食，实在太可怜。几人围在海龟身边，先固定住它的嘴巴，仔细检查口腔部位。长时间的无法进食，导致现在的海龟没有一点点的体力，连简单的挣扎都做不到。海龟舌头被鱼钩牢牢地勾住，如果不明所以的生拉渔网，万一里面的渔网上面还有鱼钩，会适得其反，要了他的性命。救援人用钳子小心翼翼地把尖锐的鱼钩取了出来，接着需要取出渔网，一人顺着他的喉咙把渔网一点点往外拉，渔网已经到海龟的胃部。海龟嘴巴一张一合，配合着施救人员，终于顺利地把渔网拽了出来。取出来的渔网足足有一米多，救援人员在仔细检查海龟身上没有其他伤口后，准备把它放回海里。海龟也舞动着双肢，对恩人表示着感谢，而周围的游客们则在给海龟拍照留念。